狗肉火锅。滚！不能涮狗肉火锅啊！打不你坐着你就坐。不能涮狗肉火锅。就坐着，我给你把他们赢回去。那好吧。答对了就给你放一个，答错就留在锅里了啊。好的，来吧。来，一加二等于几？等于三。三加二等于几？等于五。换下一个。三加一等于几？等于四。二乘三呢？等于六。耶，yeah, 我胜利，全赢喽！咋的？你就切点菜就得了，别狗肉火锅了。我吃个菜火锅行吗？行，菜火锅可以。吃狗肉火锅那是不可能的。